你怕呀？可不退了呀？那这个锤子在干嘛？小伙子不带语音啊，我要找到互动一下。 这可不是我理解的魔法。哼！星之守护者，快进！不在吹牛，别吹了。 往前冲！两千分的人，两级了还站在后面看呢，还一千分，千里的温一千分，我两级了还在往后走，一千分的人抢二都不会抢，我靠！ 大哥，我在敲那狗的脑袋。哎呀！ 小白，我的枪都是我的爱。宝宝，又给德莱文斯。就能照亮他们了。 吸酒一点。这个是祖安。
二局来个水友吧，带个水友双排，玩的转三，转三转一转二转四。尿酸是什么鬼？2000的尿酸。啊！为什么星之守护者一定要当红？白来了！我有太棒！星光照耀，无处可逃。联盟一区吗？翡翠四应该上不了级，翡翠四太低了。我靠，这两个人这里多。我不喜欢打打杀杀，可是，哦，不对，我喜欢啦。他们打野在下，那瞎子一直在往下靠，可能瞎子六级，然后在这个草里。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，这个瞎子可能在这里，他在反毒。瞎子在里面。百分百在这个草，往前走啊！加里奥在干嘛？2000分的人，1000分的人，往前走，慢一下就可以了。早点往前走就打起来了呀，蹲到后面有什么用呢？他不能碰我的冰剑，剑就是我的命。
有要上车的，直接拉我，还能打一把，等会就打主牌。 2000块钱是无尽。 玩这种应该都没有谁有的。说，他会去干什么？猜一下，会有回城吗？他会在这里打这个野怪？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。第一个，怎么说？很厉害。 哇靠！这么远吗？一号人就给我打飞了，他们在塔，电亏。哦，忘了看我的守护者手册了。怎么说？ 还有W，我不敢探草，探草会死。 哎，哎，完了，哎，可以。
还要追是吧？那我就反杀你了，对不对？小魔眼，然后踢我。小孩喜欢玩刀子。不过很难受啊！我靠，差100块。 别跑！他喵的，怎么全在跑啊？ 哇靠啊！打起来他喵的全在跑，连顶的没人都没有，我靠！怎么都这么怕呀？怕死！ 哇，被勾进去了，是的。